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这几天有小伙伴留言，有没有适合打球运动穿的 T 恤？今天 Baller 继续给大伙推荐一款，可以算是店铺的招牌，口碑很好，很有特色的一款运动长袖，穿得舒服而且保暖。这个冬天你值得选，一共三种颜色供大伙选择，分别是蓝色、橙色和黑色，颜色相对比较深，耐脏，运动过程中再也不怕别人乱摸了。胸前蓝人的品牌字样和小篮筐的组合，卡通感十足，很可爱。衣服背后的图案更加显眼，小篮筐1:1放大，加上英文 Nothing BUTNET 空心入网，球场元素满满，特别适合篮球爱好者。衣服宽松的版型，超高弹性，拉扯性超好，专为运动打造，不会限制动作的伸展。采用 100% 聚酯纤维，质地轻盈，穿起不笨重。更关键的，衣服具有吸湿排汗的效果，透气性十足，很专业的衣服，再也不怕运动过程中全身湿漉漉的了。除了打球，休闲生活约会也能穿。冬天，它就是你很好的内搭选择。独特的材质给你这个冬天提供满满的热量，轻盈易携带，很适合学生党和上班族，穿在里面脱掉外套也依旧很潮。碰到球场手痒，马上就可以上场开袖。居家时，它也可以是便衣、睡衣都很 nice。除了独特的图案设计，给衣服整体带来活泼感，不失单调，还有很多的细节。两边开叉的设计，别具一格，让你运动不紧绷亦活动。采用数码印刷技术，不但保留了衣服的透气性，图案 logo 不易脱落，质量保证，一件能穿很久。面料升级，速干的，一般第二天就能干至 XS-3XL。七个尺码选择，大伙根据自身的身高体重按照尺码表挑选，一般都不会出错。模特小哥182-70千克试穿 L， 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客服小姐姐，男女都能穿。有喜欢打球的女球迷也可以选，送男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男孩子可以多入手一件，下次去打球带上女朋友，两人一起穿情侣款。趁着活动，点击文中链接就能进行选购。And，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